大家好，我是陈树成，我在每一位下半场，我是饰演庄德贤，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，我有两个孩子，两个虽然是我的亲生孩子，但是因为我有不同的太太，就有一个前妻，跟还有一个现在的太太，所以这家庭呢，就常常产生了一些矛盾。我是觉得我的小儿子这个英雄可能有一点问题，大儿子呢，英才，他是对我蛮孝顺的，可是没有想到结局呢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美味下半场。美味下半场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八频道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碧仁，我在美味下半场饰演郑美美一角，你呢？我在戏里面饰演庄英雄，戏里面我演的是一个富家子，就是。